Hello，今天是2021年2月12号，大年初一，然后已经办完开工了啦，然后一样把这些做一做，晚上烤肉啦，我会拍给大家看。然后其实工作无聊就听音乐而已嘛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等一下把这些做先烧一烧。然后很多地方要加强，然后今天大年初一嘛，我们就不用，我弄完也不能少啦，因为大年初一其实要做事是可以啊，办完开工了啦，然后就不要动扫把弄就好了。然后晚上烤肉我会拍啦，大致上这样子。然后这接下来要继续把它制作，对啊，我想跟那个一样，很多地方要补强，所以后面的会比较花时间 ，OK。那天有下过雨啦，所以应该都白白的，没关系，大家说除秀除好就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子，拜拜，再见。